好，老妈妈好。好，卢台长您好。你好，老妈妈。我是1945年属鸡的。啊，一九几几年的老妈妈？1945年。啊，属鸡的是吧？对。看什么？看身体，我的身体。老妈妈，你的腰不好。对。你的关节不好。也是。老妈妈，你的两个眼睛现在很不好，有一个眼睛非常模糊。对。很灵，谢谢。老妈妈，你的颈椎也不好。嗯哼，对不对？有一点。我告诉你，掉头发，记性很差。啊。是，谢谢。老妈妈，我告诉你，你记住了，第一，晚上要泡脚。晚上。啊，泡脚，拿热水。嗯。温水，然后放点黄酒。哦。啊，然后呢，白天呢要多念点大悲咒，增加能量。我看你现在阴气很重。而且老妈妈你不要介意啊，我讲的都是实话。谢谢。你年轻的时候掉过孩子？有过一次。鼓掌。记住了老妈妈，你记住这个小孩子现在在你的腰上，让你的腰很不舒服。哇，明白了吗？谢谢。我告诉你，你时间一坐了长了，站了长了，你的两个腰都非常非常的酸痛，就是这样。你人非常好，老妈妈，你我讲一句话，你一辈子靠不到别人的，你只是靠自己。对，真的。真的吧？啊，好好努力。谢谢谢谢。我觉得老妈妈你要当心两个问题，一个你缺钙，要补点钙；第二，你的心脏要当心。你的心脏胸闷气急，嗯，你要特别当心，你不要生气，因为老妈妈你一辈子有很多人会对你不好的，所以你会一直生气，所以你一定要记住，你孩子当中有一个是很好，也有一个应该是有点讨债的。是吗？谢谢。啊。啊。好吗？我。你看我会不会有机会做奶奶？有没有机会做奶奶啊？对啊。你要告诉我你的儿子几几年属什么的？我儿子1971年属猪的。啊，他们有过孩子掉了。他还没结婚呢。还没结婚啊？对呀、啊。已经应该命根当中应该有的。老妈妈，我告诉你，你这个儿子有过一个女朋友的。是吗？哎。哦。而且跟这个女朋友应该有过孩子呢。你今天你最好不要去跟他讲啊。哦。你听得懂吗？嗯。表面上不想，平时跟你话比较少，喜欢在房间里。他比较也。在家里听得懂吗？听，知道。我告诉你，你记住了，你做奶奶希望是有，一定有的。但是你如果儿子命根当中是一个女儿，不是个儿子，就说你可能有个孙女。是。啊，明白了吗？外孙女已经有。啊、已经有啦。外孙女有了，外孙女，我女儿的女儿。啊，外孙女是吧？我儿子还没。因为你儿子以后有的也是个女儿。哦。啊，所以你就拼命的求菩萨说我要个孙子，也不一定，反正男女都可以。啊，都可以。对，可以。再来一个。嗯，是啊，是。老妈妈，你记住，放下执着，孩子有那是他们的机缘，他们的姻缘。如果没有，你不要逼他们，因为现在的年轻人有时候有这个缘分就好，没这个缘分也没办法，你只能想通想开。老妈妈，你想想看，等到你的孙子这么大了，你跟他感情很好，我问你，他以后还会记得你吗？你到时候要离开他，你会痛苦吗？对不对？老妈妈，你想想看，你的爷爷奶奶，你还记得他们是谁吗？你还记得他们什么情况吗？早就忘了。所以不要执着，有了是自然来的，没有的我不求，你心里就很平安了。
儿子也会很平安。老妈妈，你说我说对不对啊？谢谢。啊，就是这样。还有一个问题，我想问问我妈妈，在1992年走掉。走掉。叫什么名字？姓顾，照顾的顾，珍，珍珠的珍，方。顾珍芳是吧？对。92年走的啊？对。哦，你妈很好哎。哦。哎，个子不高。对。头发往后梳的。对。嗯。她很好，她已经在天上了。哦，真的啊。啊，她走到之后，你们好像我看找过法师给她超度过的。对。做一。鼓掌。对。哇，真灵。已经在欲界天了。哦，谢谢。我告诉你，你妈妈非常善良，很老实的。对。我看到她那个样子，非常像淑女的样子，很文静的。是。哎，像很有文化那种，嗯。是。你不要担心了，老妈妈，她在天上很好了。是啊。你应该做不到她梦的。哦。嗯。那我爸爸呢？一般的只能问一个，再给你问一个吧，因为你是第一个。啊，好，告诉我你爸爸叫什么名字？爸爸叫徐商，徐富，富贵的富，根。徐富根。对。庄人徐是吧？对。几几年死的？他是72年。徐富根是吧？对。哎呦，那。我讲给你听啊，嗯，你爸爸个子蛮高的，对，哇，真的，穿得很朴素，对，鼻子蛮大，嗯哼，是，眼睛不是很大，眉毛后面有几根都是很长的，他已经在阿修罗道了，哦，已经，哎，都很好，谢谢谢谢谢谢，你爸爸什么都很好，就是脾气很倔，脾气很凶，很厉害。我们都怕他。我讲的对不对啊？对对，太对了，太对了。好了。好，谢谢谢谢。好，谢谢老妈妈，谢谢，自己身体当心啊。好。多管自己，照顾好自己。这个世界，只有靠自己照顾好自己，靠别人都靠不住的，老妈妈。还有一个靠得住，那就是菩萨。嗯、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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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卢台长。儿孙自有儿孙福，老妈妈听得懂吗？知道。好。好，谢谢。好啊，嗯。阿弥陀佛。